坐下之后就开始对啊，你想点啊，别弄碰洒了。哎呀，好，我们开始吧，先烤烤火啊。好，造就一生辞旧岁，你那下去。哇，这个我还不会说，欢欢喜喜闹新春，欢欢喜喜闹新春。哎，值此，虎年那个牛年将近，虎年开始之际，我们给大家先拜个年，先拜个年，虎年大吉啊！然后这回应该就是噼里啪啦噼里啪啦，然后后边有特效啊、背景什么的，然后雪花什么的啊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制作经费有限，没那么多特效，我们没有特效。对对，我们的特效就是军大衣那个啊。对，咱脱了吧，但是洛杉矶挺热的。这不过年吗？是啊，刚才还挺冷的，我在烤火。对，我这出汗了。洛杉矶没那么冷。哦，我们在洛杉矶啊。哎，我忘了，我都过年嘛，过年我刚才。我是穿的背心了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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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行，脱了，哎呀，好玩，哎，我们就放在这吧，放这儿，好看吗？好看吗？放这儿，乱不乱？乱不乱？没事，没事，那个怎么着？咱今儿个正式开业，咱们这店儿啊，那个哈里哥先给我们聊聊咱这怎么回事？大概介绍一下哈，我是哈里啊，这个欢迎来到我们这个哈里Wood这个频道。那今天特别高兴跟那个滚哥啊，哎，滚哥，对，隆重介绍一下滚哥啊，这个他这个名字可是有点过的啊。那个啥时候说？咱回头再说这事儿。这反正也不是什么大事儿。这个等将来当事人来的时候咱再聊。对对，行。那啊，总之呢，滚哥啊，编剧。然后电影人编剧这事儿咱也先不提，真的还没到编剧啊。咱跟你聊，我自从认识你，你就是写剧本的，想当编剧，想当编剧啊。咱那个慢慢来啊，行，慢慢。我滚哥特别谦虚。那个我们这坐一起，那当然就聊电影啊，聊艺术啊，聊文艺啊，或者说是有趣的事情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是认识蛮久，然后一直呢。想做一些很多事情，那我们也是在一步步的在做。那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坐在这个频道前面呢？很不容易请到他、啊。没有，是那个挺不容易的，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宅，不爱出来混。对。对，我是怎么把你骗过来的？是一包烟吗？是，嗨，咱不提倡吸烟。咱虽然，这个私下有时候抽烟，不提倡吸烟。不，我们那个烟是烟盒，没烟的。我们是喜欢收集那个烟盒。那个对，那个哈里呢，我这确实认识时间挺长的了，是吧？嗯。然后呢，估计呢，在洛杉矶当地呢，大伙儿对哈里比较熟悉，对我就那么回事儿，有时候不太熟。但是呢。一直想做点事儿，做点什么事儿呢？我想可能是啊，就是我们一直想为这个，就是我们这个，刚步入电影行业的一些新人，我们能够支撑起一个这个互相支持的一个架构。但是这切入点呢，一直没找好。后来想了想，就是先别找了，先做再说，是吧？对对对。所以今儿个就，哎，正式开业，跟大家报个到啊，我叫。这个绰号滚哥是吧，大伙儿看我这身肉容易联想到滚刀肉，但实际上滚哥不是滚刀肉，滚哥这个脸皮也挺薄，这个嘴呢爱胡说八道，有时候要是说哪到哪不到的是吧，洛杉矶大伙儿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如果要是看见我也别骂我，好吧？对对，有什么问题你那个我转告，对，你让他骂我，你让他骂我，他骂我呢我可以还手，对对，你知道吗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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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呢，就是、咱们做这个节目呢，就是现在说实话，就是说，哎，方向有了，目标也有，但是咱那个栏目的名字也没有。我没关系，今天就是来大概介绍一下，看看您有什么好建议，给我们提一个是，哎，随便，异想天开。天马行空给我们留言啊都可以起个名字是吧，对对对。另外一个呢，我觉得在这个节目形式上呢，我一直跟那个哈里这边有个探讨什么呢，就是做直播好还是做这个录播好。嗯，因为我呢，我觉得这个每期我们要聊这个话题吧，你说我们这又不是专业的媒体人，又做这个，我个人是做这个自媒体的经验比较少啊。如果真的是直播，我们做得好做不好是吧，录播还有个往回收，可以自己再编辑一下。嗯，所以到底是做直播好做录播好，大伙儿呢
给我们一个建议，希望在底下给我们留个言，给我们个建议，是吧？对对对。当然了，这里边直播的话，我觉得可能哈利哥有一个小小的心思，就是说直播可以收到一些打赏，是吧？是吧？这个心思你都那个，这个不能啊，不能现在说，是吧？哎，但是你这时间长了就不好，大伙都熟了就不好意思要了，你知道吗？哦，OK，我这个开放，对，你要想打赏啊，你现在可以试一下，但是打不了，哎呀，我也没办法。对你知道最好打赏之前写好名字，要不然不好分账。没有，对，开玩笑。我们这个我们不收钱，我们不收钱啊，我们收卡可以。不，这个分账我们私下说啊，我们刚才我们来的时候不是说好了吗？我七你三，对吧？哪有分账啊？咱们现在其实真的就是为了做点事儿，这个刚才都是说开玩笑哈。然后呢，真的是这个录播的形式还是直播形式哪种好？大伙儿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实验，然后给我们一些反馈，对，是吧？然后呢，我们呢虽然是我们都是电影这个。从事的一些电影行业的这个工作，但是我们这个栏目不一定非得聊电影。对对对，没错，是吧？没错，就这个邀请，就是说，比如说你，哎，你觉得你有话说啊？比如说你觉得你有东西分享，也欢迎那个给我们留言啊，说一下，然后我们哎可以邀请你，或者是你觉得你的故事值得说，你就干脆到我们这儿来，在一块儿聊，对对对对，因为都是咱们当地的，没有什么这个不好意思，大伙儿互相认识，说不准谁能帮上谁忙呢，对对对，是吧？不就加把椅子，然后加一件军大衣嘛，对对对对对对，然后我们会给你准备一些咖啡，对吧？招待一下你，对吧？分账就别想了，咖啡你带是吧？对，我带咖啡，行，我带咖啡，那没有问题。对，然后呢，其实呢，咱们除了这个，我觉得除了这个主要这些话题呢，其实还可以聊点当下的实事的东西，根据当下实事的东西。对对对，你比如说，这届春晚，聊春晚，春晚我觉得也没有，对。它是个文艺形式，为什么不可以聊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是说我没有发言权，我不看啊，你不看，我也其实我这两天也不怎么看了。怎么说呢？因为咱也不是说的对串，因为大伙这个娱乐形式多了，网络的这个各种节目也比较多，是吧？尤其在海外选择的话也比较多，这个各个地方的台都可以收到。但是呢，我是想聊一下，可能有点敏感哈，我想聊一下最近有一点火的话题，就是这个春晚里边关于郭德纲的事儿。哦，对对对，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啊，最近说的挺多的，好像上电台后来都对，好像天津台啊什么的台都没露脸。哎，我觉得这事儿挺好的，他这么一弄，我本来就郭德纲的相声我听的不多，但我昨晚就马上听就一个也有推送嘛。你没觉得咱俩就挺像说相声的？你没看我像逗哏的，你像捧哏？不是，其实对这事儿啊，就是形式。对这事儿，大伙儿各有各的看法。是，但是估计我的看法会跟大伙儿都不一样。对，下回有机会，咱们细细聊聊这个事儿，给您留个扣子，好不好？对对。哎，滚哥，我为什么一直想跟他做这样的节目呢？他就很多让你意外的东西。这个我喜欢，对，因为这不走寻常路，对，我们都要这样，就是做点新鲜的东西，对对对，自己想要做。还有这个洛杉矶的广大朋友们啊，我们都熟识的朋友，赶快来我们这做客，欢迎你啊！我们这个今天是正式开业，再给大伙拜个年，好吧？好，虎年大吉啊！怎么心想事成啊？心想事成，想什么？做到什么，得到什么，没词儿就不说了，就到这儿。这个我比较差啊，行，没关系。哎，补充一下，嗯，咱们不局限于洛杉矶的观众，我们这个是全球直播，你知道吗？全球直播，对。但是我现在能请来的只有洛杉矶的，哎，我们可以连线，我们可以连线啊。但是机票我现在淘不起，不用，我们连线现在非常方便。没有，就是由小做大吧，我们慢慢的先从身边的周边的朋友，慢慢然后同一个圈子的，慢慢的扩展，是吧？对对，我这个格局还是小了，是还是小了，你格局够大，格局呀。格局，我想到一休了嘛。格局 ，OK， 那个就是刚才说到啥直播，因为直播的话，我觉得就是说，哎，我很希望跟大家有互动，哎，这个是我喜欢的。对，另外我再说一个我的比较那个偷懒的事情，
直播不用后期，也对啊。另外一个呢，直播还可以互动，你提问题我们回答、嗯、啊。打赏已经说过了，对对对，不是回你提问题我们回答。对对，我知道你要说打赏了，没有说啥打赏，我说答的对不对？你们多担待是吧、嗯？因为我们也是人，我们见识不一定那个不是说就有多高，也是老百姓是吧？对对。说的对不对的呢、嗯？但是每个人都有自由提出自己的想法嘛，嗯、对吧？关键是留言要文明，对，互动、嗯、哎，留言要文明，咱别因为观点不同就互相的这个攻击，这个我觉得特别不好，是吧？没问题，对对对，我们现在目前有人留言就我自己留啊，然后咱俩对骂，炒热度嘛。对对对对，好了，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啊，然后我们下一期你可以给我们一些话题，我们也会准备，然后估计是下周会跟大家见面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希望大家多支持，多支持，谢谢，拜拜拜拜拜，可以吗？对，我觉得可以吗？啊啊，可以啊，我可以啊。